送花讲求心意，但亦都讲求意思，就好似郁金香咁啊！唔同颜色嘅郁金香都有唔同嘅意思噶。如果你想向你暗恋嘅人表白，你可以送红色嘅郁金香；如果你想送俾你妈咪，向佢表示你对佢无尽嘅爱，你可以送紫色嘅郁金香。听完系咪都唔系好明咧？咁不如我哋一齐去睇呢一个郁金香花圃，包你一定开窍。呢度有成个郁金香嘅花海啊！一次过睇晒咁多款唔同颜色嘅郁金香，都系第一次咋。除咗郁金香花海之外，我哋同时仲可以睇埋今年花卉展览嘅主题花杜鹃花，一样都咁靓噶。要欣赏到最靓嘅杜鹃花同郁金香，就要留意佢哋嘅花期啦。讲起郁金香，绝对唔可以唔提位于荷兰有欧洲花园之称嘅富肯霍夫，佢系全球最出名嘅郁金香公园。种植嘅郁金香品种有过百种，数量更高达700多万枝，可以话系郁金香迷必去嘅朝圣地。依家富肯霍夫系世界著名嘅景点，仲系最多人打卡嘅地方之一。如果你都系郁金香嘅 fans， 不妨为自己计划一个郁金香之旅，感受呢一个欧洲花园嘅魅力啊！依家郁金香花圃仲推出网上版，只要透过网上花展就可以了解更多郁金香嘅资讯，同时仲可以玩埋互动游戏同投票活动添。